汉字说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Hello, 汉仔嗨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字呢汉仔诶是汉仔汉仔会是什么字啊汉仔走路的汉仔原来是个人字啊就像侧面稍微弓起身子站着的人着直直的手臂有着长长的腿汉仔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使用的文字之后随着时代演进使用字体有所不同这是人的经文小篆隶书楷书人还可以有这样的联想两个人走在一起有跟随之意视为从字相当于从字一人跟一人并排站在一起成了比字人倚靠在树旁休息就变成了休字谢谢汉仔我们下次见拜拜